好，我们能够平安的、开心的一起去创造美好的回忆，我们也要谢谢非常非常多给我们大力支持的朋友们。我们先掌声给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。首先非常感谢场地支持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，然后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、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、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、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、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、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，以及感谢浦东新区消防救援支队，以及其他部门的大力支持，让我们能够开心的、平安的相见。也要非常感谢本次巡演的全程主办北京时代立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我有问过我们这个主办方的朋友，就说怎么会想来给我开演唱会？特别巧，他们是在几年前5月18号有一场我跟黄龄老师的演唱会，叫《身临其境》。那个时候有人在听吗？有。的那一场演唱会，他们听了那一场，他们觉得哎呀，这个小伙子看起来不错了。没有了，他不是这个口音。所以他就觉得我是能够被大家看见的，因为他觉得有很多人看到了我，不想辜负你们的努力，所以让我慢慢慢慢的跟大家相见了。非常非常感谢他们，谢谢。也感谢上海站协办 TME Live 腾讯娱乐超现场，感谢演唱会制作单位必应，感谢我们的总导演周佑阳、庄维新。然后这位我要非常非常感谢，也是我非常感动的，从看着我出道到现在，然后一直应该说是每次需要帮助或者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总是会给我鼓励的音响总监金少刚老师。大家今天听我的声音还好听吗？好听。都是金少刚老师给的。要感谢音乐总监龙龙老师，以及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乐队老师们，感谢我们的和声老师们，以及还要感谢我们的钱磊老师，他在后台，所以可能要大声点，感谢钱磊老师。好偏心啊，你们咋感谢我，要是没有这么大声。以及感谢舞蹈团队 SDT Show Pro， 以及感谢我们的服装团队设计师劳伦斯许文，设计师劳伦斯许工作室，感谢时装品牌 Windows 森森，感谢音响工程南京奥斯泰视听科技有限公司，感谢调音团队悦耳工作室，感谢硬体工程北京地超舞台集团。大家看我多幸运，每次我跟你们相见，后面有这么多老师为我去加油，然后打气，去建造这样的舞台跟大家见面，我真的很幸福。然后也要感谢周深工作室的小伙伴们。最重要的，感谢我的声明。